我是 The Night 陆柯然。有人说，舞台上的我看起来很高冷，而生活中的我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矛盾。两者切换，寻找留白的空间，跳脱出他人的眼光。我只需要专注于我自己，用心感受，保持感知力和想象力。留白可以引发无限遐想，不被设限，美值得被探索。